我们这个刘锡敏、李国超、徐华凤、刘尔金，好师傅、啊，我们笔者叫做徐乃麟，应该说智者了哈、啊，智者。但是呢，我们这个笔动出来，注意到一开始你不能马上把歌星特色弄出来啊，对对对，最怕学习那个人唱歌的特色，对、啊、比如说像上次有一首歌哦，你的甜蜜就写的。大家知道的，对不对？好，马上这个第一首歌，我们先把耳机琴带好。徐华凤，好上文，好上文，好胖子，好胖子，好胖子，听不到，好帅哥，哎，听懂没？OK， 我们第一题，跟着徐乃麟，专业歌曲是《Bobo Yagaki》。我就去啊，那天情怀里我就是暗语，语语是小多语，真爱是真话语，表面上一个看你心里哦。是啊，一号，什么歌？错了，爱情是应该的。麦克风讲话。后牙嘎起。请加入表演的行列。好，两位加入表演行列好不好？好，其他的人没有答案，导播请。来，二号，我将起笔哟。是啊，我不要敢去啊。来，五号，什么歌？什么歌？好胖子，什么歌？好帅哥，什么歌？什么歌？怎么笑？怎么笑？好帅哥！你耳机拿下来，耳机拿下来，耳机拿掉，耳机。耳机好像戴在木鱼头上。什么歌？听得到吗？很麻烦的。你什么歌？听得到吗？听得到。来，好师傅来。我们再放一遍给你听，看是什么歌啊？哎，来，我们听听看，来，导播请放。好，谢谢导播，谢谢。什么歌你知道吗？不是那个，我给你个提示，就是那个蒙啊亚奇。500你认识吗？500你认识吗？你有没有500块？没有，还没有，没有500块，他一定不认识500嘛。我、今天头剃得好光啊，用刮的。哎呦，那这样子，你又不知道500，那叫你犯错的话，我不能处罚你啊。对呀、你拿过去请那个姐姐帮你喝，快。是，那个姐姐，他嘛，姐姐拜托，姐姐拜托，你要讲啊。对。那拜托姐姐，你帮我喝。哦，就我的毛衣，减肥的哦，减肥，那已经够瘦了，你还减肥？跟着徐华凤，专业歌曲是《水汪汪》。意思这首歌，哦，这位是一位天王的歌手啊，男的，唱国语的。好，可以，请耳机戴好，耳机戴上。哎呀，太吵了啊！各位看看，一个卤蛋上面戴个耳机。啊、来，我们请徐华凤表演了。导播，请。乌溜溜的眼睛，水汪汪，山来山去像那水荡漾。流水。哎呀，姑娘啊，姑娘啊，走起路来像那风摆柳儿摇又晃。啊，姑娘啊，姑娘啊，杨柳摇。姑娘啊，姑娘啊，摇又晃，我的心儿跟着晃。你歌都记不熟，还比了三号，水汪汪。耳机怎么知道？你有偷看答案吗？这首歌我非常熟，而且这个
费玉清是我的偶像，那时候每次学他这首歌，真的、啊，我会唱这首歌。这比两下你就知道了，对，你那么烂你都看得出来。你说人家猜不出来，他们好像就猜出来了。是因为他偶像，大家是可能没有一个一头雾水。你看，当时的歌我会唱而今来，我去比一下，歌词知道你就来比一下。来，导播再一次请。乌溜溜的眼睛水汪汪，闪来闪去像那水荡漾。哎呀，姑娘啊姑娘啊，走起路来像那风摆柳儿摇又晃。姑娘啊姑娘啊，杨柳摇，姑娘啊姑娘啊，摇又晃。杨柳摇，我的心儿跟着晃。杨柳树，杨桃摇。费玉清什么歌？歌名啊？哎。歌名还真的不知道，好，没有人知道。我知道是费玉清的歌。歌名是什么歌？水汪汪的大姑娘。水汪汪的大姑娘。大姑娘，水汪汪的。水汪汪的。好，不知道，我知道，还讲就知道。哎，水汪汪。哎，你耳机没戴起来。你耳机不能拿下来呀、啊，不能。不是，我刚拿下来了。你要戴上去呀、啊！这样我们对好像不公平了、啊。好了，两位请到，一起来比好了，一起来比。来，注意看，现在比水汪汪，注意看啦、啊。马吉哥什么了？我会牛啊！来，导播，谢谢。三毛。乌溜溜的眼睛水汪汪，闪来闪去像那水荡漾。哎呀，姑娘啊姑娘啊，走起路来、yeah. 像那风摆柳儿摇又晃。水汪汪。六号。Yeah.水汪汪，哎，一号，一号，啊，什么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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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水汪汪？歌名是什么？是不是水汪汪？不知道。他是在打混的人。来，两个请到前面来，来，喝杨桃汁，杨桃汁，这个是杨桃汁。这是好喝的、啊、青草茶，你不喝啊？青草茶，好喝 好，来干杯！要喝吗？来干杯！好喝好喝，好好喝、啊！很甜的，好喝好喝、啊，甜的，好喝甜的，好喝。你为什么会叫？你太好喝了，好喝才会这样子啊！你太好喝了，这个嘛，来。来喝一下，喝一下吧，冬瓜茶。喝一下嘛，没关系啊，男人大丈夫嘛。来，你不能输的都不喝、啊，那你来干嘛？对啊，对不对？吃的苦中苦，喝一口看看，方为人上人。一口就好，一口。啊，将来长大之后，可以，好啊，怎么样？好不好喝？男人熬不完。啊，这边啊，这位啊，阿龙呢？助理，我。谢谢阿北，颜色我还没上色。好，接下来这首歌是非常流行的国语歌曲，是一首情歌，男生四个字的歌，好，可以来。国语吗？国语，对。OK， 导播请。跟着刘习明表演歌曲是《爱如潮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心打开。心碎，他都打开，心跑来跑去，疯掉，疯了，你怎么我的心打开 ？OK， 表演非常好 ，Number One， 一号。我要开小雨打在我的身上。小雨打在我的身上，是刘文打开我的。六号。心痛，我的歌，爱落空，心痛。这歌不熟很难比哦。OK， 真的不知道我们要加进去比了。用心良苦啊。OK， 来，我们一起比来。来一起比一比。哦，这太难了呢。好嘞，来导播，谢谢。无言女的。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
发现三个人下来表演更难猜。一头雾水，看得懂吧？啊！因为，哎，我们都没有感情的，比他干不懂。对、啊，没关系，来耳机。我有到龙花堂了。耳机拿下。三个龙花堂出来。耳机拿下，耳机拿下。是这么难吗？我再给你一个提示，他这样不是心打开，心碎了，心碎。心碎。来，请戴，请戴。没，你表演，我们三个更乱。来，预备，导播，请。那个，要小便了。你被微作词作曲的，对不对？然后呢，打住板，什么？对，等一下，一号。你被微作词作曲的啦，那个。那个，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对不对？来，五号。爱如潮水。哎呦。的绝题啊，爱如潮水，爱如潮水，你好难好难，你也来了，来，请你到前面来，好难，你都猜出来了，对他们都猜出来，来，苦茶先喝一杯，哦，很难，真的猜出来了吗？哎呦，哦，告破，哎呦。哎呀，来我们下面一题。表演者刘尔金，表演歌曲是《小精灵》。这是什么？哎，怎么讲？儿歌吗？算是小朋友喜欢的歌。唱歌的这一位已经退出了演艺圈了。哎，但是时常在电视荧光幕上出现。来，耳机请戴好，郭宇哥。郭宇哥。来，导播请。三年不到，生下个宝宝，小名叫阿呆。大大的鼻子，黑黑的皮肤，长得很奇怪，脸蛋长得像麻辣，身材粗又矮，叫他唱歌画图画，他让我不会，我的妈呀！这套卡通哦，妈呀！哎，好像口蹄疫的猪在发作了、啊，没有人猜出来，没有人猜出来，孙悦的歌，什么 歌？小精灵。好的，两人一起比啊，来 ，Debbie 跟我们刘晓晶一起比来。三年不到，生下个宝宝，小名叫阿呆，大大的鼻子，黑黑的皮肤，长得很奇怪，脸蛋长得像麻辣，身材粗又矮，叫他唱歌画图画，他让我不会，我的妈呀！妈呀！笑。表演得很精彩，但是看不懂，都没有人猜啊。小精灵吗？三瓜啦，跳波啦。哎，好，导播请，谢谢。三年不到，生下个宝宝，小名叫阿呆，大大的鼻子，黑黑的皮肤，长得很奇怪，脸蛋长得像麻辣，身材粗又矮，叫他唱歌画图画。妈呀哦耶什么歌三月里的小雨看不出来啊什么歌两请到前面来刚好一对嘛我们就两个最后呢两人干杯好了干杯来干杯不好来祝我们收视率长虹啊收视率长虹好那这样表演者姚代伟表演歌曲是《目录》。接下来这题由我们 Debbie 来比，他肢体语言相当丰富。对，但是我们先跟提示一下，我们这首歌呢，你一看他样子应该蛮像的，就已经猜出来了。好，所以不需要什么啊不。好，这个是闽南语，闽南语歌后唱的歌。闽南语歌，闽南语歌是什么歌？马拉木，也差不多将近有十年了。哦，十年了，好，耳机请戴好。闽南语的哈，哦。导播，请。
对啊，谢伯文，哎是，九海海，四号，母鹿，耶，一号，舞女，哎，不错，五号，舞女，耶，三号，三号，九海海啊，六号，业余讲话，嘴型不能讲，不要讲话。不知道，你刚才不知道，你刚才是不是讲说那首歌？什么？二号什么歌？不录。来，请到。很惨嘛，这跟郝邵文一样的。好，把耳机拿下来。什么歌你不知道？啊？你今年几岁？十三岁。那也难怪他了嘛，这个歌十五年前。你不能这样，我们喝死了。对。打扮的后要跳为模样。这首歌是不是叫不录？是不是？对。听过吗？他听过啊，听过嘛，所以他猜不出来。对，他要喝，来，好，来。今天是跟谁来了？今天跟谁来？哎，这边好好喝，刚刚我喝了一杯哈。妈妈喝，妈妈喝，苦茶很贵的。妈妈现在不承认是妈妈了。好喝吧？妈妈来，爸爸为什么没有来呢？哦，好，勇敢勇敢。哎呦。表演者李国超，表演歌曲是《庙会》。这个案子呢，就是很好听的一首国语歌曲，早期的民歌，距离现在真的有差不多，差不多20年有了，差不多了，17、18年有了民歌。你干嘛记下了2年干嘛？哎，请把耳机戴好。男生，国语歌，几个字啊？不能讲几个字，这么接近了。好笑，我这么多没听我们讲什么，自己听歌。喂，来把耳机戴好，谢谢。一号没有按铃，其他都按了啊。二号开始。庙会。哎。五号。庙会。六号。欢乐西鼓咚咚咚响。三号。庙会，欢乐西鼓。四号。庙会。庙会。一号。王少文。王少文没有人了啦。人都走光了。你看。就你一个留在这边了，你要喝苦茶了，乖啊！来，我们唱一遍给他听，让他猜中就我们俩。来，欢乐西鼓咚咚咚咚锵，八道传云霄。什么歌？不知道。不是，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庙会》？听过标会，十七八年前的歌，他今年几岁嘛？不能怪他。对，所以这个那主持人喝好了，那就对啊，对，我们喝啊。对呀、啊，观众不愿意见到我们喝、啊。要不要喝、啊？一杯酸的，一杯苦的喽。一杯酸的，一杯苦的。苦茶加酸。对，你们希望花哥喝还是我喝呢？可以啊，两个干杯嘛。对啊，加一起就对了。哎。你有没有喝过那种坏掉的苦茶？五爷，这边可以加了，这边有加。OK。哎呀！郝邵文，你就专门出来害人好了。谢谢我们今天特别来宾全能演歌秀啊，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